影片中国军防弹背心的抗弹板竟然能被徒手凹弯，使用107年制造的抗弹板徒手去凹相当坚固，但换成110年制造的抗弹板两侧边角竟然像弹簧，徒手用力就能上下凹弯。35秒影片一曝光，网友大炸锅，这个防弹钢板可以凹来凹去，那是不是有偷工减料的问题？高分子量的聚乙烯是一个热塑性的材料，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实验，把它加热到90度真的变软。请问各位，战场上有没有90度？到90度可能人都死光了。才义正词严解释完，现场记者拿110年的抗弹板一实测，事情大条了。出力，很用力。之前绿营议员和网红还测试防弹背心竟然能被打穿，国防部否认防弹板有问题，首度公开实测。透过固定枪做连续6发射击测试，防弹背心都没被打穿。那今天的测试结果它是合格的。不过专家就批评国防部根本不是用敌军最新武器测试，这结果没公信力。中国不用老步枪了，它的冲锋步枪的贯穿威力那么大，为什么不拿这个来做实测？拿以前做实测是骗人的。国防部说抗弹板没问题，却说不会再大量采购，专家火大痛批。那你是不是当初是有问题才不采购？那完完全全合格，你继续采购啊？那你现在不继续采购，那你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为什么会采购到这样子的烂东西呢？采购的 SOP 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是不是固定厂商在供应啊？国防部在记者会上预告会有最新的抗弹板上市，但连现在国军用的抗弹板都有问题，又如何相信国军在战场上能安全保命打击敌军？记者谢宏陆续过好 SNG 小组台北宜兰报道。